所以我们这次为什么在全球发起成立一个长生天天国这么一个目标，就是让你把心相续在天国。我们区别于基督教教的天国，我们叫长生天天国，就是你未来的归宿地是天国，不是地球。说你要把东西存在天国，你要建宫殿建在天国，天国的东西，永生天国的东西，需要用功德金，功德来换成的东西去塑造你的金殿，塑造你的莲花台。所以为什么给大家这个做大功德主，给你们这个法会，这个普度六道众生，孤魂野鬼，可怜英灵，跟你不相干的人你都要度，就是给你机会，给你机会去天国，用来买机票，买太空飞船票啊，否则你就是到时候没有这个功德金，你买不起那个票，你就上不去那个平台，你就走不了，还得在人间轮回。所以是大家要重视发心广大圆满，一定是不为自己，我们把这个释迦牟尼在世传留下来的接引法用到最佳的水平，接引更多的众生去西方极乐世界，去诸圣者净土。在接引的过程中，你赚得了功，赚到了功德。但你没钱，没钱你就好好修法。有些人是师父，我没钱，一做法会我没钱，一做好没钱，修法不难啊。然后好好修这些接引法，好好去礼敬诸佛。这在传法时候我会告诉你们。啊，那么这个修成了你不用钱，诸佛菩萨的这个接引平台给你免费用，功德你赚走，有这殊胜的功德，功德圆满，你今生成就300个人，300个肉身成圣的就在你们中间啊，因为你们是真正实修实证者啊。被接引的是你们的亲朋好友和过去的七世父母和七世父母相关的所有的众生，和你们基因纠缠相关的无量众生，都是你们应当被度，被你们度的对象。所以大家要升起稀有的求法心、修法心、练法心、成法心，成就这些破瓦法，成就这些长寿佛法，然后你就可以真正的做接引道人，接引菩萨，活着接引大量的众生，踩着你的肩膀，踩着你的头顶的光升上去。欢迎点赞、留言、分享，弘扬正法，广结善缘，功德无量。